虽然家风本来个性就较爽磅，要不过伊拄只反应，敢袂伤过奇怪？看起来我来找伊问清楚，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婚姻上，哎呦，我是向人家玲珑西大好歹啊！我知影你用心去爱一个人，最后煞是一场空中尴尬。不过你看我，你看我为了报仇这么失败，你就爱知影，千万唔通去做戆代志。我唔知啊，我敢若知影一件代志。当初吴金玉想办法接近我，就是想要换伊的贵妇房啊。伊将我真心真意对伊爱，等伊涂到大家嘴鼓鼓。阿金，我心转意，我一个死白在我身躯边，要离婚。你这是在讲啥？你讲金玉，伊不爱你，伊要跟你离婚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你现在这个金玉是谁那啦？啊？罗福林，我想应该和你母仔两个人好好讲，我先出去。你们酒量敢这么坐，你是在创啥？真的啦！哦，你到底是在讲啥？啊？你是不是有误会啊？伊面哪有可能无爱你啦？无爱你，伊甲你有囡仔，无爱伊咧，甲你之前咧接触。现在代志是吴金玉设计，我无恁酒醉，无白讲话，我有证据啊！伊讲伊无爱我，所以才用掠奸的方式，我阁想要甲囡仔留掉，安尼才有理由会当甲我离婚。是你安尼上大心的家哦，是咱老家的好媳妇呢。迄拢是演出来的，伊就是上尊咱老家的社会地位的，所以想尽办法去赢着我的心，我真成功去爱着伊。刷落来，我就无惜一切。替伊争取地位。哦，哪呢？伊都已经拢有啊！伊闲啊，即卖伊甲你讲，伊无爱就无爱啊，总是要有原因嘛。敢讲，伊去爱着别人啊？伊讲伊经无法度。佮恁想我，伊讲我对伊全心全意的爱情，感觉真够神。想袂到伊安尼讲，
哎，唔着欺骗咱全家伙啊！所以讲啊，我无管你安尼简单的帮伊耍，既然伊在婚礼上酒醉，是我的人，那呢我就永远，我伊是我罗家峰的人。家峰，你听妈妈讲。摸唔到，伊安尼做真歹心，伊竟然安尼糟蹋你的真心。也毋过你的未来还真久长呢，你不应该为着伊去毁掉你的人生。你听话的，我跟你讲，若真正你感觉无适合，咱就两早拆拆咧。你莫安尼折磨你家己好无？妈妈拜托你。妈，我的人生已经够伊毁掉啊。我不敢玩。你有法度为前一边的真相去行出来，你这届嘛绝对有法度的。正义无值得你安尼做嘛？你什么硬要甲伊白条条？你是互相在认敌尔。十八年前，我本了解完美的爱情，结果我妈妈做到。所以我这个幸福都不去了。是的，妈妈那当时呢，想我巴疼啊。啊！我不怪你，我不是在怪你。我怪我自己，不想怪妈爸，我靠自己，伊钢筋，今仔才变安尼。妈，为什么开始，我要替我给你做主？无顾另外十八年去了我家己的真相，所以既然认定我，我们唔要甲伊认定到底，认定到伊死为止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遐尼冲动好无？啊！你安尼做，你会毁掉你家己，你知无？都好，我家己做主，我家己的责任我家己担。因为我安尼做，我才不甘愿。不应的啦，你听我讲。你别再讲，我无想要听。家峰，我无想要听。家峰，家峰，进来，电话来了，家峰。老夫人，稍等一下啦。伊即摆情绪真尔激动，你讲啥拢无效。陪一个人去行行，冷清清。也毋过，伊即马情绪遐尔歹，你愈讲伊就愈生气。爱等伊家己想通才有效。毋是有一句话讲，行紧无好报。我是惊伊万不能若想袂通免啊。你放心，你爱对家峰有信心。毋管哪，伊拢是志汉的爸爸，伊袂甲家己囡仔放咧毋管。是的啦，我无头一个时间相信你，佮甲你讲遐歹听话，即摆颠倒，互你来咧安慰我。原来这所有一切，拢是金玉姐咧变鬼变怪，互你想委屈啦。虽然你误会我，啊，不过我会当理解你想要保护亲人的心情。我的态度一定互你真受伤哦。你别放在心上啦，真的，若是看到家己的阿嬷这样做结，也真有感冒。
对啦，关系到今日世界你跟家风的代志，我敢袂当麻烦你，看在今巴肚内囡仔的份上，原谅伊。我知影这个要求对你来讲真无公平啦，也毋过，我知影阮兜最近代志真正是有够多，也是讲，你等我代志处理了后，到时阵看你是要保留法律追诉权，还是要安怎拢会用的，我袂有第二句的，好不？嗯，我知影。爸爸，拜谢。一阵仔一直有你听到爹地甲妈咪在冤家，你一定感觉真惊吓。这点啊，爹地来跟你 say sorry。爹地也真讲哦。你是爹地跟妈咪爱情结晶，那是爱情的结晶，也是阮两个人共同期待的天使宝宝。真可惜啊，妈咪不是真心爱爹地的，啊，不过你免烦恼，你嘛免惊，就算讲只有爹地一个人，爹地也是同款，非常期待你做爹地的囡仔，爹地一定会保护你，连同妈咪一份的爱相陪，相陪爱。所以啊，你还是要乖乖来做我们两个人的天使宝宝。OK？你是我肚底的一块肉，若是会用的，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你的妈妈，可以让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也弥补我自小到大的遗憾。也不过你来的时机真的不对，所以我就只好对不起你了。爸爸，是的啦，妈妈的人生真的没退路了。